望大家都可以支持 Casper 妈妈的影片创作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同埋请我饮杯咖啡啦。Hello，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 Casper 妈妈的 channel。今日我哋会一起嚟学一首儿歌，叫做《整洁的家》。唱完儿歌之后咧，我哋都会学下相关嘅词语，同埋睇下点样建立收拾玩具嘅习惯。准备好未啊？我哋一开始啦。抹一抹，扫一扫，我们一起做玩具收拾好，爸妈都赞我。抹一抹，扫一扫，我们一起做玩具收拾好，爸妈都赞我。小朋友都唱得非常好、哦、我们一起看看有什么家里的小任务我们可以帮到手、啊、我们可以跟家人商量一下有什么亲子任务可以做、哦、例如帮手接衫，或者将污糟的衫放入污衣篮，帮手清洁下窗门台面。我相信这些亲子任务呢，小朋友都可以做到的，而小朋友都一定做到的就是收拾玩具。我们一起读一次啊！我会收拾玩具，我会收拾玩具，真的做得非常好、啊、懂得收拾玩具爱整洁的小朋友呢，就是好孩子。我们一起读一次啊！我是一个好孩子，我是一个好孩子。相信各位小朋友都是一个爱整洁、会收拾玩具的好孩子，爸爸妈妈都一定会赞赏你。我们一起唱多几次《整洁的家》。抹一抹，扫一扫，我们一起做玩具收拾好，爸妈都赞我。抹一抹，扫一扫，我们一起做玩具收拾好，爸妈都赞我。Thank you.
常之好啊！等 Casper 媽媽俾個手指公你先 ，very good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